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这一系列基督论的节目。我们上一堂课比较了马太还有路加笔下的耶稣族谱，今天我们会专注来思想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族谱。我们上次提到过，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分成三组，每一组有十四代。第一组从亚伯拉罕开始。 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一样众多，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亚伯拉罕要成为众人的祝福，然后国度、君王都要从他而出。啊，耶和华要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借由割礼，分别为圣，做耶和华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 这个在神学上面叫做亚伯拉罕之约。耶和华赐下律法给摩西的时候，就重申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以及条件。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换句话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呃，彼得笔下所提到的那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谁能建立这样子一个国度呢？上帝的国度必须由上帝亲自建立，作为这个国度的君王。 这个国度的子民是神自己所拣选的人，但是这个国度的子民也需要有一个人作为选民的代表来顺服神的主权，来做神的子民，来成为圣洁的子民。否则，只有一个君王却没有子民的国度，它就不是真的国度。 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这个国度的子民将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我们发现，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这个国度其实都不存在，或者是这个国度一直都不像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样子，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众多。 以色列在旧约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小国，一直是大鲸鱼中间的一只小虾米。所以神所应许的这个大国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大国必须是从万国万民所招来的，是基督所建立的那个国度。这个国度今天已经降临，而我们每天又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求这个国度的降临。 在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又提到了君王要从他而出。在这里，君王是复数的，也就是以色列历史上面的众君王。但是，这每一位君王其实都指向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大卫自己的宝座是为基督设立的，所以是基督的降生成就了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 君王从他而出，所以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当中，第一组以亚伯拉罕为开始，是要告诉我们，基督成就了亚伯拉罕之约。基督作为神亲自到这个地上来建立了神的国度。整个旧约历史是圣灵为这个国度在做准备，整个新约历史是圣灵建。 建造基督在地上所创造的国度，基督的降生乃是这个国度在地上的开始，在这个地上的创立。他自己对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说：“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为此而生。”在神学上，这个叫做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上帝国度在地上的起始或者是建立，这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 基督自己来做这个国度的君王，因为他是神。同时，他作为人，他完全的信靠神，因此他是这个国度里面第一个选民，他成了第一个蒙神拣选的人，进入这个国度。 而圣灵按照他父神的旨意，就在他里面拣选了上帝国度的子民。正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他作为人被神拣选，而我们在他里面也与他一同蒙拣选。就是我们在他里面。 蒙拣选的时候，神国度的子民就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般众多。所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基督所成就的。马太笔下这份族谱的第二组，是从大卫开始的。我们上一堂已经提到了大卫之约，出自撒母尔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 上帝与大卫立约，而这个约指向一个永恒的国度，一个不能动摇的国度。上上帝应许自己要建立他的国度，而上帝与大卫所立的这个约，又是由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如果仔细查考圣经，会发现神与人所立的约，通常都是带有条件的应许。 当人满足了这个条件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应许赐给人。圣经学者发现，圣经当中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引用了古代近东文化当中一种约的形式，这种盟约叫做宗主附庸条约，宗主国跟附庸国立约，大国跟小国立约。 大国就对小国在约当中提出应许以及条件，只要小国满足作为附庸国的条件，大国就会对小国尽宗主国的宗主附庸条约的义务。通常这些义务会包括在军事上捍卫附庸国的主权，抵御外敌的侵略。 而条件通常不外乎附庸国对宗主国进贡，以及宗主国要打仗的时候，附庸国出兵支援宗主国等等。宗主附庸条约的概念其实对东方人也不陌生。譬如，呃，十六世纪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时候，朝鲜就向宗主国大明皇帝神宗、神宗皇帝求援，啊、呃。 大明的神宗皇帝就援助朝鲜来抵御丰臣秀吉的侵略。那古代近东宗主附庸条约有一些特殊的格式，而旧约圣经在描述神与人立约的时候，就沿用了这样子的格式。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约不是呃商业上面两个平等的公司呃彼此立约，或者是譬如我作为一个作者，我跟出版社。 那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书的时候，跟他签约，不是这样子性质的约，而是宗主国与附庸国之间的条约。神在旧约历史上多次与人立约，而我们需要明白，这并不是许多不同的约，而是同一个恩典之约。 其中的应许都是一样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只是神在不同的阶段与不同的人立约的时候，这同样的应许有条件，有不同面向的表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摩西立约，跟大卫立约，甚至更早的挪亚之约，这的确是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跟不同的人所立的约。但是其实这些约都是同一个所谓的。 恩典之约，整体而言，这整个约是带有条件的应许。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们要圣洁，因为正像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面。而神的应许是什么？这个约的应许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耶和华是神，但这不够。基督徒之为基督徒，不光是知道耶和华是神，而是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 迦南人因为听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心都消化了。约书亚记记载了两次迦南人心都消化了，在过约旦河之前，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真神，以色列的耶和华曾经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过红海。这位耶和华胜过了掌管红海的那个神明。 或者是迦南人的迷信当中、神话当中所相信的那位掌管众水的神明，就是巴利。在古代京东的神话当中，巴利曾经击败最有能力的水神，而成为最高的神明，所以众水都是巴利掌管的。结果，耶和华居然带领以色列克服了红海的障碍，过了红海。 这个使得迦南人非常惧怕以色列的神。现在以色列又过了约旦河，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城下的时候，耶利哥明明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却锁紧城门，不肯出来应应战，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 知道耶和华是神，并不足够，并不能使耶利哥人得救。但是耶利哥城有一个人叫做喇合，她是一个妓女。她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她向耶和华求恩典、求怜悯。她知道耶和华是神，不止不止如此，她要耶和华来做她的神。 于是他就因信得了怜悯，他和他全家就因信得救。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那个应许。他要，他是神，而且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他的子民。这个是我们领受他恩典的一个应许，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应许。他的条件是什么？ 它的条件是，我们要圣洁，要全然圣洁。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连神与亚当所立的那个约，也就是神学家所谓的行为之约，其实也具备同样的应许与条件。只要亚当在行为上始终保持圣洁，顺服耶和华，就可以永远活在耶和华面前，做耶和华的子民。 因此，以亚当为人类代表的行约、行为之约，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跟以基督为代表的恩典之约是两个不同的约，但是其中也有连贯性。好，神与亚当立约，要亚当圣洁，然后神要做他的神，但是亚当堕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满足这个约的条件，也就是全然圣洁。 因为人是堕落的人，全然败坏的人，不可能圣洁。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怎么办？谁能满足这个约的条件？唯独基督。基督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为人。他作为人，是完全没有罪的人。 希伯来书说：“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意。那里无罪。”原文的意思是“不认识罪”，“不认识”意思就是没有半点瓜葛。基督与罪之间没有任何的瓜葛，他没有犯罪，没有罪的意念，他也没有原罪。 但是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他又有行出了完美的义，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住我们的神，也爱人如己。他爱神、顺服神，以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又因为爱我们，所以为我们去死。他这样子来满足了上帝的恩典之约的条件，也就是完美的义、完全的圣洁。这个约是有条件的。 当然，神的拣选是没有条件的拣选，但是约却是带有条件的。而我们要知道，约与拣选是息息相关的两个神学概念。恩典之约的应许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的行动。上帝拣选的行动就是没有条件的，让我们这些不配成为神子民的人成为神的子民，进入他的国度。 也就是说，蒙神拣选的人，必须要成为圣洁，才能做神的子民，彰显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谁满足了这个条件？满足圣洁条件的，乃是耶稣基督自己。神应许要建立大卫的国度，虽然大卫的，呃，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没有提到圣洁的条件，但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 上帝国度的建立，始终离不开上帝子民的圣洁。当以色列人圣洁，废掉丘坛，远离偶像，敬拜耶和华的时候，以色列就得蒙上帝的监立当以色列人不圣洁，拜偶像，行淫，离弃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以色列遭到仇敌的攻击，甚至俘虏被掳于亚述巴比伦。 以色列犹大没有一个君王可以永远的建立大卫的国度，大卫做不到，所罗门做不到，西西家做不到，约西亚做不到，在大卫宝座上永远建立大卫国度国权的君王，只有耶稣基督，是他建立了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接着我们来讲马太福音的耶稣族谱的第三组。 这一组是从贝鲁时期开始的。耶稣降生就是为了拯救被掳的民，回归到上帝的国度。这个就是恩典之约的核心。上帝应许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上帝国度的概念。 而耶稣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如同神从前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以色列人被掳于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属肉体的国度，而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国度，进入他那眼不能见的圣洁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在整个旧约历史上。 被鲁时期是以色列人最迫切求告耶和华的时代，他们殷殷期盼耶和华应许的实现，耶和华亲自来做他们的神，他们得以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不再被地上的国度奴役，不论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巴比伦，耶和华亲自来做他们的神。因此，被鲁时期是以色列人最迫切等候弥赛亚的时期。 在马太笔下，耶稣就是降生在这么一个时期当中。虽然一般解经学者会区分贝鲁时期，还有归回的时期，认为以色列人在波斯的统治底下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以后，以色列历史就进入了所谓的回归时期，或者是第二圣殿时期，也就是以色列人重建了圣殿，重建了第二个圣殿。 但是马太显然认为，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底下，跟过去被掳于巴比伦的那个时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马太把耶稣放在被掳时期的这一组。在这被掳时期，神的子民殷殷期盼弥赛亚降临，实现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约。 就是他要自己来做我们的神，我们成为他的百姓。耶稣的降生就应许了，呃，就实现了耶和华的应许，他也满足了这个应许所附带的条件。如此，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让我们看见永恒的圣子降生为木匠的儿子，其实是以整个以色列的救恩历史当中的。 恩典之约为背景，甚至以那行为之约为背景。基督的降生，彰显了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他的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小信或者背信而落空，反而人的叛逆，更加彰显出他的信实。 神借由人的叛逆、背信彰显他的现实，也是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所呈现出来的重要主题。这份族谱上面有很多很糟糕的人，根本不圣洁的人，当然没有人是圣洁的，但是这些人简直是特别的不圣洁，在人眼中看来简直就是人渣，而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却偏偏要用一个文学公式，好像一支荧光笔一样。 把这些特别不圣洁的人给画出来。我们注意马太笔下的耶稣族谱有一个很特殊的公式，就是谁从什么氏生谁。譬如犹大从他马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沙门从拉何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大卫从乌利亚的七生所罗门。啊，论到一般的人，马太没有用到这个公式。 但是，论到一些特别不圣洁的人，特别是在当时的犹太教的眼光当中，根本不配做上帝子民，不配做以色列的人，这些的这些人，马太偏偏要用这个公式，让他们受到读者的注意。第一位是犹大。 为什么马太不讲哦？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就好像他讲其他人一样。为什么他偏偏要讲犹大从他马市生这两个孩子？因为他马是犹大的媳妇，犹大在外面嫖妓，结果不小心嫖到了自己的媳妇，然后就从这个媳妇生了两个孩子。 圣经说，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哦！感谢主，哈利路亚！犹大支支派的狮子听起来很光荣。结果马太提醒我们，犹大支派的狮子乃是他马的后裔。这还不够。这份族谱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喇合。沙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 大部分解经学者认为，这里讲到的喇合就是《约书亚记》里面的那个妓女喇合。当然，在这里有一些需要解释的地方，因为这个在时代的衔接上好像有点问题，极可能是跳过了好几代啊。但是这个不是问题，因为犹太人技术族谱本来就有跳代的习惯。不论如何，多数的解经学者认为，这位喇合就是《约书亚记》当中的妓女喇合。 他是耶利哥城的人。耶利哥城在古代是一座邪淫的城市。拉和生在这样子一座罪恶邪淫的城市当中，又是这个城市当中的妓女。希、嗯、伯来书作者在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上面特别提到了拉和的信心，很有趣的，却故意不讲约书亚。解经家一般认为。 约书亚是旧约圣经当中最像耶稣的一个人，就连名字都与耶稣相同。耶稣这个名字雅兰文跟约书亚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是同一个名字，也是最相似的。结果，希伯来书的作者故意不提伟大的约书亚，偏偏要讲约书亚记当中的那个妓女。 有一些解禁家觉得，哎呀，出现在《信心英雄榜》上面的人一定要有良好的道德记录，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承认喇合是妓女，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理论，说哦，妓女原文还有旅馆老板娘的意思。但是这种理论完全没有考古学的根据，也没有自源学的根据。事实上，妓女就是妓女，没有别的意思。这有什么问题呢？ 耶稣来不就是要招罪人悔改吗？他要他来是要招罪人，不是要招义人。耶稣来与妓女、税吏、罪人做朋友，为他们舍命。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见基督的族谱上面有一个妓女做他祖先呢？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看到信心英雄榜提到喇和？却不提约书亚？喇和是个妓女，被放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英雄榜上面。然后希伯来书作者论到这些信心见证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神被称为妓女拉合的神，并不以为耻。同样的，耶稣被称为妓女的子孙，并不以为耻。在拉合之后，还有一位我们看起来比较好的路德。路德既形容了一位真忠贤德的妇人。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太写作的背景，也就是所谓第二圣殿犹太教的背景。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严禁跟外邦人通婚。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生下的孩子会被犹太人排斥，会被赶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眼中的杂种，是不配做上帝国度子民的。马太偏偏要告诉我们。 耶稣祖先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外邦人，因为耶稣来是要做万民的救主，他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应许的后裔。到了马太福音一章六节，这个是耶稣族谱上最大的羞辱。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感谢主，哈利路亚！但是别高兴得太早，马太在这里特地告诉我们。 是所罗门，那所罗门是大卫跟乌利亚的妻所生的。前面都讲谁从什么事生谁，这里面有讲大卫从拔士拔士生所罗门，要特别讲大卫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这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因为乌利亚是大卫手下忠心耿耿的勇士。有一天，大卫从窗口见到。 这位勇士乌利亚的呃妻子拔士巴在户外洗澡，动了淫念，把拔士巴叫来跟他上床。为了把他娶来，大卫就用一个计谋设计害死了乌利亚。后来大卫也悔改了，但个但这个是大卫一辈子最大的污点。大卫从乌利亚的栖身所罗门，而耶稣就是出自这一段淫乱与谋杀的历史。 在这份族谱上面，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耶稣的族谱在我们前面提到这几处不光彩的地方都特地提到了配偶，而在这些之外，唯一提到配偶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讲到约瑟跟玛利亚，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这位蒙大恩的女子，这位甘愿受苦、顺服做上帝使女的弱女子，这位因圣灵感孕将永恒的上帝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女子，怎么能够跟那些妓女、淫妇相提并论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做税吏、妓女的朋友。他不以这些犯罪的祖先为耻。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 耶稣不以他马为耻，不以拉合为耻，不以拔示巴为耻。耶稣降生就是要担当这些人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家族史是一段罪恶历史。尽管里面出了很多正直人、义人，但整体而言，这段历史是人类犯罪的历史。而这段历史走到最关键的地方，出现了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他不认识罪。 但是他却担当了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刑罚，满足了上帝的供应。他来把这段罪恶的历史变成上帝的救恩历史，化腐朽为神奇。圣洁的神成为罪人的子孙，使人的犯罪历史成为神的救恩历史。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下次再见。